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荷兰的霍霍梦，是名牌打折村。它位于荷兰、比利时、德国三个国家的交界处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先来一段音乐卡点。3, 2, 1, go。今天整个购物村里面人还是比较少的，平时这个时候都是人挤人，今天几乎没有人在这个购物村里，还是空荡荡的一片。我这次来打折村的主要目的是买这个新秀丽的箱子，这个是贝壳系列的箱子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，它的原价是500多，打完折之后就是363欧元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款箱子。另外一款箱子它的自重比那个贝壳系列还要轻一点，它的原价是370多，打完折之后是265。好，就选它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布拉达的店里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布拉达的这个钥匙扣。这钥匙扣原价是95欧元，打50%的折，现在是48欧元。好，这个货架上的包，所有的包再额外再打20%的折扣，这个包现在是550欧元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面白颜色的这个皮包，我们看一下它现在卖多少钱。它现在是卖630欧元，再能打20%的折扣。这个黑色的皮包我们再来看一下价格，这会比那个小很多，比那个白色那一款，这款卖650欧元。一大清早就出门了，现在有点困了，先到星巴克里面去喝一杯咖啡。这个是西班牙的一个品牌 DG 罐了，这上面有写它的原价是159欧元，然后这个是打折村的价格111欧元，然后打折村价格上再额外再加30%的折，78欧元。马上到中午了，现在购物村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。我们来到了 Hogan 的鞋店，它的价格在540欧元，打33%，然后是360欧元，基本上都是打33%左右。原价425欧元，打35%，275欧元。鞋子基本上都是打30%的折左右。整个打折村里它一家店就是一个小房子，这每个小房子都是五颜六色的，也挺有意思，感觉就像以前欧洲那些老房子的风格。往前走一下，再让大家看一下，前面有一栋是蓝色的房子，是弄呛的，然后这边又有红色的。逛了一个早上了，我们现在去吃午饭。
这一个汉堡下去基本上就饱了。荷兰购物村的 vlog 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，拜拜。